一早撒名字先跟 Sandy 咖啡厅玩直播。其实那个咖啡厅有出一件小事情，现在心情还好吧？哦、听说等于是无聊咖啡的一个额外的收入。Sandy 负责经营的无聊咖啡日前遭不明人士在门口撒明志，但看来这小插曲没影响他们的心情。毕竟父女俩除了代言主持样样来，副业更是越做越旺。由三十的16日就直击宪哥和 Sandy 结束代言活动后，对粉粉们要求合照，来者不拒，更抱着家中爱犬一起入境，好亲民哦。接着呢，搭上宾利车到无聊咖啡巡店，一到店门口就有好几名员工出来迎接。只见 Sandy 把爱犬交给员工照顾后，接着和宪哥走进店里。哇，大老板的排场果然不一样呢。周边商品还蛮多的。对啊、那就请大家好好支持一下啦。两人后来也在店内开直播，除了预告宪哥月底的小巨蛋演唱会，更大力劝办演唱会周边商品哦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